来了来了，我太感动了。今天我介绍 Nike Air Zoom Alpha Flight Next Percent。好，先打开吧，打开吧，这个 Alpha Flight 来。Nike 的 box 好酷、哦，打开打开，呜、哦，来了来了，这是 Air Zoom Alpha Flight Next Percent， 然后里面有这个，里面有 Nike 的 band， 很方便。这个鞋子呢？为什么我那么感动？这个鞋子好厉害，这是 Nike 最快的鞋子。本来 Nike 做这个鞋子，为了 Kipchoge Eliud Kipchoge 破马拉松两小时的 event。那第一个 event 呢，他叫 Vaporfly 4%。那然后那个时候呢，加一点点，他的时间是两小时零零分几秒。那然后。两年后，他第二次挑战，那个时候他穿这个 Alpha Fly Next Percent， 然后他成功了，他的时间是一小时五十九分几秒的前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马拉松破两小时的 event。那个时候 Kipchoge 马拉松破两小时的时候，他穿这个。然后呢 ，Ruben 的大破解，大破马拉松的 Ruben 记录两小时五分钟的时候，一寸切的。然后呢 ，Ruben 的东京奥运代表的女生易香小姐，她跑马拉松的时候准切的，然后她的时间是两小时二十分钟，这是 Ruben 的第四种。用第四个好成最佳的成绩，所以呢，跑这个鞋子会跑很快哦。那为什么 Alpha Fly Next Percent 啊穿这个会跑快呢？最重要的教的是三个理由。这个里面有 carbon plate， 一个 carbon plate， 这个帮助你。然后呢，这边有 AirPods 这边，然后呢？这个是周边有 Zoom X Phone， Zoom X Phone， Zoom X Phone 很厚的，这个五公分，周边到周边是五公分，很厚的 Zoom Phone。这个三个 Carbon Plate AirPods， 然后 Zoom Phone 帮助你完成，所以呢，你跑步的时候这样帮助你，所以。Vaporfly 4% 的话 ，4% 比较快的意思。那这是 Next Percent 的那个更快的，这是 Nike 最快的鞋子。那这个也很轻。那重量呢？重量，问一下，我准备这种，好，229公克，这是我的是27公分，男生的27公分。那然后重量是229公克而已，所以很轻。然后呢，那阿爸周边有 Atomnet Technology。那以前的 Vaporfly 呢有那个 Flyknit， 那 Flyknit 呢有点软软的，也很轻很强，但是软软的。所以呢，这个 Atomnet 是 Steam， 然后 Stretched， 然后左边，所以呢。这个空比较大，所以通气性很好，通气性很好。然后这个 steam， 所以呢，下雨的时候、湿湿的时候不会湿水，所以不会变旧，所以刚好。你看那个里面会更有通水。那然后呢？但是这边那个像是 Flyknit 软软的，所以呢。你穿的时候也舒服啊，这边比较软软的 Flyknit。然后呢，鞋带是刚好的，左右边的呢 zigzag 的，所以呢不会 loose， 不是 loose， 这个比较好。然后呢，后面
听得到声音吗？这个黑是有点硬，所以那个不会乱乱。那个背包块的时候有一点点乱乱。啊，我有背包块了，我给你看。好，这是以前的 Paperfly Super 3。那这个 set 呢，携带那个是那个 Easy Stretch 呢，所以那有可能有时候变动。但是 Paperfly 是这个有 Zigzag 就比较好。那然后呢，后面这个有点乱乱吧。Alpha Fly 的话，这个很硬呢。然后里面有这个 cushion， 所以不会受伤比较。那然后这个 Flyknit， 那 有些人说这个太乱乱的，所以 Atomnet 比较硬，所以比较好。然后呢 Shady 呢，这是这个很明明的，这个是这个部分是接底的部分，所以 Alpha Fly 是很稀法前脚接底跑步的人，前脚接底跑步的人，这边接底的话，那鞋子帮助你最多。后面接底的话，你的跑步的波士是后脚接底的话，我没有推荐这个。如果你的跑步是后脚接底的话，我推荐 Vaporfly Next Person。Vaporfly Next Person 的鞋底浅了。所以后脚接底也 OK， 然后 Vaporfly Next Percent 也有 Carbon Play 这帮助你，然后这种。好，现在我试穿 Alphafly Next Percent。哦，好紧张哦，这边有点小，但是进去 OK。这边有点小，但是进去 OK。然后呢，你看看那个 Atomnet 的通气性很好，所以我的袜子的底下的颜色你会看吧？啊，这边入口比较小，但是这边很小，所以你可以用这个，然后这个转这样。是装起来没有那么紧，它鼻子装 Alphafly Next Percent， 装起来了，你马上知道这个，哇 ，cushioning， 这个 AirPod cushioning and spring 很重，我这个这样两个走路就知道周边有。Handle repulsion， 这样，你看，这样，然后 zoom fly 也一样 zoom fly， 但是跑步的时候前脚借地，所以这样呢，这样，然后这个呢 ，AirPod 呢是两个部分，这个一个部分这边，第二个部分是。后面是红色的，所以两个 AirPods 左边，然后左边，这样比较稳定呢、啊。所以这个新的 design， 哦，很多 jump， 很多 repulsion， 应该这边你会看吧？很多 repulsion， 跑的时候应该前脚 DAB 外面踩，然后地面 kick， 这样，外面接地。哦，很舒服哦，啊，这帮助很多。你这边接地的话，帮助很多哦。嗯，那这个鞋子哪里有卖呢？我推荐是这个 Aquafit，www.aquafit.com， 请看那个下面的网址。这些呢，好像。网路上运动用品的 Amazon， 那那个你知道 Amazon.com 吧？那个有很多网路上的商店，有很多东西很方便。Aquafit 是运动用品的 Amazon，
有很多名牌，很多鞋子，那个 Nike 的、New Balance 的、Adidas 的，很多名牌都有。然后呢，不是只有鞋子啊、运动的衣服呢啊、衬衫、裤子、外套、内裤都有，所以很方便。然后网络上咔咔马上买，这很方便。然后现在呢 ，Nike 的鞋子65+，我觉得这个好。那然后呢，现在有 Tomo 的优惠 ，Tomo 的优惠的密码是 Tomo AQER， Tomo AQER 的话，有打折哦，所以大家请用这个 Tomo 的优惠哦。好，那接下来我转这个去外面试跑，所以请稍等一下，下次见。我是 Tomo， 谢谢看我的影片。如果可以的话，请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拜托了。然后别忘记看到我的话，一起拍一下吧。谢谢大家。